这上面写你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其实还不错啊。对，是的，在几岁大概幼儿的这个时候，家庭条件是不错的，因为父母是做生意的。你做什么生意？父亲一开始是从小服装生意做起，直到后面是承包这种汽车这种运营这种。哦，后来怎么就衰落了呢？因为由于一次养殖生意，然后一次意外，就是导致这个虾全部都毁灭了，所以就那时候开始家道中落。也就是说，你以前也是个富二代。也不算是吧，只是说小康的样子吧。啊，那现在怎么样？现在的话，就基本小康水平这样子。小康水平。对。家里几个孩子？两个，还有一个妹妹才5、6岁，今年刚上一年级。你是偏瘫是吧？对，左侧肢体偏瘫。来北京是全家支持的吗？对，全家都支持。父母文化水平很低，但是呢，我跟我父亲商量来北京的时候，我父亲是说，只要你选择了，家里都会支持你。你想去外面闯的话，家里也会支持你去外面闯。怎么说到这儿，好像有点要哭了的意思。其实从小父母对我也是比较宠爱。但是身体不方便之后，可能父母又会更多的对于这方面有更多的这个照顾吧。嗯，就是而且在我身体不方便这个情况，可能我母亲心里会有所愧疚的，我知道。啊，因为她可能是觉得由于她的一次失误才造成我这个身体的残疾的。她以前是脑血管疾病，后来没有痊愈，然后呢，这个经历了一次激光手术之后。才出现了脑出血性的偏瘫。对，是的。就父母因此而十分愧疚，觉得没治好你。对，父母文化水平比较低，可能对医疗的这个了解有限，所以就找的可能不对口，所以母亲觉得可能是他的原因导致我这个后遗症的这个情况。刘岩哈，其实对于一级残障人士来说，和这种像他一样，就看上去像个正常人，只是有一点点这个跟普通的人会有所不同，其实后者反而让人感觉更残忍，因为他就差那么一点点跟正常人是一样的，你说呢？是，但是我会觉得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不管是从心理上，包括我觉得生活的好多细节上，就在很多时候是有共同点的。所以刚才就涂老说到有几个点，我觉得他都眼睛泛泪花。所以你别看他小小年龄，我觉得他还是经历了那种，我觉得是磨难之后的那种，所以他也有一种潜在的力量。他挺健谈的，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点紧张。涂老，你不是上来就让他微笑，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在场下有点互动，他自己都说他觉得他还挺健谈，但他上来你是有点紧张吧？对，是的，有点紧张。姑娘，你一定要放松一点好吗？好。嗯。你之前找过的什么工作干过？除了今年的简历上写的这两个之外，都有做过客服这一类。所以你最强项的到底是什么？最强项就是客服，电话客服交流这一方面。这读的不是国际商务专业？对，之前我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我对这个专业里面的有一个课程比较感兴趣，就是人力资源这一方面。那人力资源考虑吗？这个岗位？考虑的。哎，你今天有特别想去的企业吗？没有刻意去了解各个企业的情况。那怎么行呢？你应聘都不了解他们的企业怎么行呢？你只是找一个工作而已，对不对？并没有对企业有什么倾向性。我看你2018年在北京找了工作，干了大概一个月时间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又在2018年5月份到11月份在深圳找了一个工作。那你未来有没有固定的生活的城市，或者是哪里有工作我就在哪里生活？地域上我是没有太多限制，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嘛，只要是有机会的地方都可以去发展的，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要局限在某一个地方。你这个我打断你一下啊。梁英，你那个第一份工作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呀？离职的原因是这个住宿的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身体不太方便嘛。你是要包住吗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提供。就是有包住和没包住的优先选择有包住的。对。你面试什么岗位啊？电话客服这一类。销售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对，做过销售没有？做过课程顾问这方面的销售。你都不笑，你怎么卖课啊？这个电话客服主要是靠这个电话沟通呀。即使电话沟通，你的微笑对方也能听出来。对，那个微笑是可以传染到另一方的，电话线是也能够感受到的。没错。这样，在第一轮选择之前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。
你想问谁，问什么问题，在第一轮选择之前你想想看。我对各位企业家不是特别的了解。那所以你还重复这个问题，你就是减分了。你应聘之前就应该对大家都有所了解，这就是你的失误。想问个什么问题啊？我想问这个企业家。哪个企业家？曾总吧。好，如果我到你们公司去的话，你会就是说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岗位？其实我还是觉得要跟你多沟通一下，如果要做客服的话，电话客服不是特别合适，咱俩普通话都不好，但你比我还差一点点，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没太想清楚吧，就是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就是你让我来这儿了，那我就来这儿了，你让我找一份工作，那我就找一份工作，具体是什么随遇而安。但是他的那个状态又不是特别豁达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不太合适的一点，在这个舞台上他不太适合。说实话，你那问题一听你就根本没做任何准备，你对这个舞台没有好奇，你对这个舞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收获你也没有猜测过，你就把自己扔在了这儿，明白吗？第二环节积极一点，脑子转快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4500哈，不限地域，课程销售和客服，电话客服，对吧？来，第一轮选择徐厚林。还有7盏。